行为非常可疑，失忆的可能性非常大。我真的觉得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也许是个好事情。警察，嫌犯相当危险，受过特殊的训练。我女儿在哪儿？现在的状况是，你找女儿，我找记忆。是不是跟嫌犯在一起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个警察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我全部的职责是找到点点。所有的人都死了，所有的线索都没了。点点没有时间了。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想起些什么了？太他妈嚣张了！穿越不时空，我超级英雄，用绝世武功。